哎哎哎，爷燕子攻击他。别攻击，别攻击我的燕子。哟呵，听到屋顶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第一次出来飞，追着我的燕子干啥？哎呦，停到我身上了。哎，被野燕子追了一通。你打他干啥呢？你是服了，又不是你的孩子，还打他？嗯，已经会飞了，长得特别快，但是他的嘴巴是有问题的。被毒打了吧？这里是别的燕子的领地，一屋子残疾，你看这嘴巴，你这以后捕猎咋样啊？不虫子。